好声音第五期盲选将于9月2日继续上演，目前四大战队都是满员的状态，接下来学员的抢位大战将会异常精彩。从第三和第四期的现场来看，李荣浩和梁静茹以及廖昌永这三个最先满员的战队都已经开始了 PK 抢位大战，有的人离开了，有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得一席位。中国好声音历来都是这样，每位学员都面临着残酷的赛制，同时又能感受到导师与学员们之间的不舍之情。虽说之前有几场学员比拼，但是大众们认为的几位夺冠呼声很高的学员却没有被选中，还没有听到他们在舞台上唱第二首歌。今年总的来说，廖昌永的战队实力比去年提升了一大块，令廖昌永引以为傲的学员彭中豪已经在比拼中获胜，并且稳坐六强的位置。在第五次盲选里，新登场的卓海豚乐队赢得梁静茹导师的转身，同时也有李荣浩为其转身，但是这支乐队似乎对李荣浩有一点点的排斥，最终他们选择了梁静茹，也由此拉开了一场学员间的 PK 大战。卓海豚乐队选择对抗的对象是范本彤，前面有提到范本彤之前与廖昌永战队的彭中豪有过对抗，输掉比赛后来到梁静茹战队，这次小范唱的是梁静茹的歌曲，歌曲名叫情歌，但是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显然准备不够充分，也可能是原唱就在眼前的缘故吧。范本彤唱错了很多处的歌词，很显然在点评的时候梁静茹对这些事物很不爽，自己的歌曲被唱成这个样子，不高兴也是很正常的。最终梁静茹选择了卓海豚乐队，但是如范本彤这样优秀的学员，其他导师怎么可能轻易放手？就像廖院长所说，他相信小范不可能只是这样的一个水平。果然在十秒留人的时刻，廖昌永果断拍下按键，范本彤这次演唱的是没有你，与他对战的是翁杰，这次翁杰演唱的是自己的原创 rap 摇啊摇。在对战前，翁杰还是说一些大话的，俨然这个舞台他必胜一样，说要让范本彤见识一下什么才是沿海来的货。在廖昌永还有一个队员也很会说大话，这位学员是周斐歌，他居然认为任何一位学员和他对战他都不会输，说实话这口气真的太大了。这是好声音舞台，其实还是比较偏向传统流行音乐唱法，这里面可谓是群雄逐鹿，高手如云，一个有修为的人不应该说这样大言不惭的话。结果翁杰不敌范本彤离开了这个舞台。在第五期导师盲选的时候，如李荣浩和克勤导师他们选择转身已经是非常谨慎了，倒是梁静茹和廖昌永二位频频转身，而且有的时候梁静茹容易根据自己的情绪来选择学员的去留，其实这是非常忌讳的，因为身为一个战队的导师必须要考虑整个队伍的实力分配均衡，手中要有王牌。要说比较弱的学员，哪个战队都有这种情况，就看能不能很好的利用田忌赛马这种策略赢得比赛。随着节目的层次递进，盲选即将要告一段落，相信各战队六强位置马上就要确定下来了，各位导师也会对自己战队的火力进行分配和调整。总是觉得今年的冠军会在廖昌永和李荣浩之间产生，而且廖昌永胜面可能还会大一些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几位导师和战队哪一个对冠军胜算的把握要大一些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